昏倒住院打狗仔，小贾斯汀2013快完蛋喽。看来小贾斯汀正踏上所有其他童星的路，狗仔们超爱的。一切灾难始于伦敦，当这位年轻的小天王大辣辣裸着上身走在寒风中，小贾斯汀立马在推特上说，这是他这辈子最瞎的生日派对。因他的未成年狐群勾当被禁止参与。哦，我们怎可能忘了他那诡异到不行的防毒面罩呢？然而剧情大翻转，当他在舞台上呼吸困难昏倒，必须紧急输氧才能继续演出。小贾斯汀后来还自拍住院纪录片，他终于康复了，否则他怎么可能有力气追打狗仔们呢？你认为小贾斯汀要走下坡了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